你要干嘛去？大哥，你都晓得了？啊？你有事瞒着大哥？ 大哥，郑晓兰让我给你一笔救济的钱，我钱呢？我错了，大哥，我错了。不，我不会走的。 思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让你上遂宁住上一段时间，等这边安全了再回来。可什么时候才安全呢？谢谢思晴笑男，你们的心意我懂。放心，我没事的。黎青为了向上级表公铲除异己，也会因为自己的私欲而侵扰你，你的处境危险。坐以待毙。 危险就永远在。可你改变不了什么。你怎么知道我改变不了呢？那你能怎样？杀了他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不是来聚会的吗？说点别的好吗？ 我不冷，我冷，我吧。你多喝两瓶暖和了。好，来。你们对当下的局势怎么看？国共之争必有一伤。可静姐怎么看？我们会赢吗？我们。 少南认为呢？哎，我是在职军人，不过问政治。胡刚不是共产党吗？我们不是来喝酒的吗？来来来，来，对对对，哎，来来来，来，来干一杯，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 感谢家宴款待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慢慢喝。哎，静，哎，我也先走吧。不说不，怎么了？ 没什么，专心开你的车。哦，你刚才问起蒲刚，思晴可能不愿提他，毕竟他俩从前好过。你呢，也别多想，思晴和笑南是把你当自己人看的。你看出来吗？嗯，什么？ 他俩，哎呀，咱俩不是好好的吗？是啊。那你看出什么了吗？没什么，不说了。哎呀，你说呀。 你说，你让大哥的脸往哪放？郑晓楠仗义，以为帮了大哥，人家的钱是老家的，你个锤子说输就输了，那么多钱，你能还得起啊？这辈子，慢慢还。
川子，那什么话？拿命！好，那咱就说说玩命的事。大哥，说干就干，妖姬这条命以后就是你的了。 爸，回来了。好，天叔回来了。晚餐在哪儿吃的呀？郑小南家，杨思琴回来了，请我和您可敬。哦，他从哪儿回呀？外面，留学有成。在哪儿留的学？没问。 你们不是要好的朋友吗？还有什么秘密可言？人家不说，追问也不礼貌。嗯，哦，喝杯红茶，暖暖胃。谢谢爸。可敬好吗？他见到了黎青，很愤怒。黎青对他怎么样了？似乎还有企图。 老薛，你要去哪儿？哦，省府临时有个要紧的会。嗯，什么时候回来？应该要不了多久，你不用等我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哎呀，真是好东西。哎，吃了再走吧。 发现没？这估计这样。嗯，很好。秘书长，您看看这个。报馆编辑的祖宗三代，我们都查过了。锅炉厂那帮工人，一问三不知。 我们也排查过了，没发现他有什么共党倾向。至于那个大学生，哼，搞得我头疼。这小子口才好得很呢，前前后后的兜圈子，就是不谈正题。哎，用刑了没有？啊，扇过耳光。 说了送你去医院，不说我接着陪你玩。
还不死呀！。想一想你的生身父母，你会降低这个态度的。当初让我托韩三郎刺杀他的事，怎么你现在？你放心，有大把的人算计他，那些人是谁？你该知道，我是相信基因的。你是说，立场往往来自父母的影响，你看一个人怎么去理解他。不妨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思路。换几个角度，黎青他也是个恶棍，换什么思路他都该死。他当然该死，但是得死得明白，不能再像前几年林江亭那一幕，对吗？黎青离开成都已经很久，他和特侦处的人闹不和，怎么会这么快就得到捉捕目标呢？目前只有一个办法，尽快除掉他。李二叔离青他相好的叫阿桃，不在这家。怕了，当我没说。姐，你还没说让我干嘛呢？哎，段副处长，啊，这么晚，这着急忙慌的干嘛呀？回娘家了，孩子发烧了，那得赶紧看医生啊。是啊，我这赶紧回去带他去医院。他不是你有车吗？有摩托。这怎么能行啊？这万一着凉怎么办呀？坐我的车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没事没事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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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什么病啊？发烧了。这一天你们都忙什么呢？搞调查呀、啊，挖出全城各行各业通共和资助红军八路新四军的人。黎青表态了，不把本城掀个底儿朝天，誓不罢休啊！那你们这查出来了？不得陆续上报啊！林青好大喜功，野心大，他准备找个时机啊，一锅端，让上司惊喜。姐，你
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也有我的关系嘛。哎呦，说你这工作这么辛苦，也没个什么假期什么的，那得劳逸结合嘛啊，给自己放个假，打打猎、钓钓鱼、找点乐子什么的。他有，我们没有。他就没安个家？听说他以前的阴阳社散伙的时候，大小老婆都跑了，这件事儿当时闹得挺大。你不是本地人吗？没听说过？听过，熟，太熟了都。哎呦，那他就这么一直单着呀？你们也不说，你就张罗张罗。用不着我们操心，人家自有门道。不是有个移花楼吗？对，检查过了，孩子并不严重。刚给他打了退烧针，回去好好休息啊。不过，还是住院观察的好，就怕有反复。我这就去安排。谢谢。太谢谢了。要没有你在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说什么呢？不过，钱不用你。行了，咱俩还能不能做朋友啊？行，快去看你女儿吧。那我去了啊。走，咱快点回家。Thank you.
喝茶。干这个你外行了吧？哎呀，我哪知道屋里墙上还有幅画啊！你就不是干这个的料，就应该把它交给我。你能搞得定？指定比你强。我才不信呢！躺着瞧。哎，钱的事儿，行，大爷能帮上你，多谢谢你了。哎呀，走了。两份是？谁？别回头，身后有耳朵。把手露出来。
是你呀、啊？你在这儿干嘛？路过。干什么？放心，我一句都没听见。听见也没关系。走，真命去。那怎么办啊？这次不行就等下次。下次他会格外小心的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那就等。这月不行，等下月；今年不行，等明年，总有机会的。姐，以后要还有什么吩咐，你尽管告诉我。嗯，好妹妹，咱们再找别的机会吧。他会进军大搜捕吗？我料他没那个胆儿。为什么？他在乎的是权威，必须保住名声。而司令部也不会容忍这样的丑闻，但不管干掉他有多难，我们必须把他宰了，不光为了我们，也为了更多的人。嗯，郑主任，这么巧，忙什么呢？嗨，替别人跑跑腿啊！啊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好了吗？哎呦，好多了，多亏了你了，感谢，感谢，不客气啊。哎，没得手。什么？李青。他怎么了？你一直以来都恨他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警署查过两年前的案子，林江亭的。哇，那都是老皇帝了。我还知道，你那个时候没得手，因为没有阴血症。现在，相信。已经是铁血男儿了，我怎么没听懂？我承认的事儿多了，你还都信呢？哎，啊！我倒要看看，到底谁先死的？多年前，临江亭一幕重现，有意思。嗯，可还是失败了。你想过没有，他们两个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一样，延续的还是从前的感情。韩三郎，则不用说。问题是，你和郑小兰的感情还在吗？人总是会变的。你要是仍然在意他，就应该多了解他，不是吗？你不去接触他，如何了解呢？很忙，机会等是等不来的，需要创造。正所谓近水楼台，
天得意了。你必须立即转移。为了胜利，暂时回避是权宜之计。我等着他们来抓我。为什么？有人在明，有人在暗，目标一致，互为帮助。为了能看到胜利，总得有人提前牺牲。你跟郑向南身兼重任，多保重。13年前，吴宇堂为红军提供了几批军火，又分别在4年、5年之前，为新四军提供过药品、手术器材。主任，看，军火和药品的来源呢？尚不清楚，我们还在查。啊，主任，哎，这个人。南江大学毕业，参加过成都连，在莫家村战役当中侥幸逃生。一个拥有作战勋章的人可能如此吗？他回城后的每一次行动都在我们的监控当中，全都记录在案，主任明察。看来我没有选错你，这么短的时间如此高效，全凭主任栽培。再接再厉。是。主任，那这个人如何处置？你知道该怎么办。明白。这情报属实吗？嗯。妖姬被逮捕了，要不要审？不用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喽啰，先关着吧。特侦处。啊，他在。您稍等。女的。找您。哎，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姐，为什么呀？杀他没有为什么。千岁，走啊！你们还好吗？谁？四晴和你。是问你们婚事。哦，小南，我老了，帮不上你们什么，希望你们安全。
谢谢爸。不管爸说的什么，爸，您健康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。少南哥，怎么了，小姐？啊？哦，来。接特侦处地勤办公室。你好，我是司令部，李长官在吗？有重要军务。他去哪儿了？哪有紧急军务？哪有紧急军务？我瓜娃子，你不问谁打的吗？我错了。那辆吉普车查了吗？查到了，是后勤修理厂。谁开的？他们也不知道。需要你们，我自己来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动手的人很多，还轮不到你。其实我那么做已经不是为了我自己。李青比起两年前的他，不知道坏了多少倍。那么多人被捕被害，但凡有良知的人，怎么能容忍他的暴力呢？别担心，会有人惩罚他的。会是你吗？以前的众校们去哪儿了？还在。问你几个问题。
坚硬，男儿证明顽强，山川证明高原，士兵证明荣光，头颅证明尊严，肩膀证明担当，脚步证明无限，心灵证明信仰，信仰奔涌的浩荡川流啊，你在逆境中的呐喊声声不息，燃烧的炙热烈火啊，你在黑暗中的身影璀璨绽放，神圣的庄严使命啊，你在我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，嘹亮的奋进号角啊，你在硝烟中的旋律锐爆和大，声声不息，燃烧的炙热烈火啊，你在黑暗中的身影璀璨绽放，神圣的庄严使命啊，你在我心中的分量重如泰山，嘹亮的奋进号角啊，你在硝烟中的旋律锐爆和大，